你闻见人民币的味道了吗？哎，峰哥，哎，这几天开拉法都是什么感受啊？把我能去的地儿我全去了，因为你都开拉法了，亲朋好友走街串巷，能见着十个，一定不见九个。小姐姐这事儿，三里屯肯定是得去啊，而且必须得把门敞开了。像这样站在车边上，三里屯人多不多？3.3，唯一一个三里屯的地面停车场，要摆我就给摆满，要玩狂的就得把车全拉出来给你们看一看。哎，这场景放你面前什么感觉？你就告诉我什么感觉最直观的，你闻见人民币的味道了吗？我没有什么朋友，有拉法那叫兄弟，开拉法必有兄弟，而且兄弟必须跟我一样开 hypercar。 可能我这辈子都买不起一台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拉法了，但是我一点都不羡慕。我可能开不上，但是只要我努力，我可以让我儿子开。奋斗吧，少年们。